啊，三胎这么突然吗？你开不开心？这宝宝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我们都没提前备孕啊。不会的，我备孕了。你一个人备孕，就算做得再好有什么用？宝宝是我们两个人的。那我怀三胎，你到底开不开心嘛？开心呀，不过这时间对不上吧？上个月我出差加隔离，都不在家啊。你不会是骗？就是趁你不在家，妈妈偷偷怀上的，想故意给你一个惊喜嘛？啊？不是不是，我没怀孕，逗你玩的。我是交警，你是钱百万的老婆吗？那是我爸。你爸出车祸了，在医院等着急救，赶快打电救人。要多少钱？先转我5万。啊？我昨天问他要5块钱，他还说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呢。救人要紧呐、啊！可是这手机欠费了，上不了网，打不了钱。我先给你充10块钱话费，你记得打钱。雨欣，什么电话聊这么久啊？一个电信诈骗。谁给我充了话费？请帮我订阅一下哦。谢谢。